没力了，没力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就走不回去。我一看到听到个风扇声，超大声，我听到了。还好嘛，这游戏也没有很多什么特效啊，居然会那么吃。我可以快速存起，存到那边去吗？不行。不行，他只能一个个搬。对，你就要搬过去。但是在这个的圈圈内里面要做东西都可以。啊、可以按那个 Y 可以。按 Y 可以。对，按 Y。我不晓得我是用摇杆，摇杆的 Y 可以。然后我有钥匙、欸，钥匙可以干嘛？上锁的宝箱、欸，要去对，要去开宝箱后面。看来要去做球哦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做一个那个耶。终端帕鲁球，所以我可以多，其实我可以多做几个，这是什么工作台，然后一次生产不同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然我觉得我们都卡住。这个游戏很忙，对啊。我还是选什么东西？这个什么护盾可以干嘛、啊？自我修复哦。护盾，看一下什么？帕鲁球。对，要帕鲁球。那我放一些给你好了，还是你可以自己弄？我可以弄，我可以弄。哦。弓箭，我是要自己做弓箭跟箭。好，天哪！我升级了，升级了。好，我分一半帕鲁球给你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去捡。等一下就可以去抓怪了。哇，石头太少。有没有弓？有没有弓箭？先升级。要去抓多一点帕鲁啊，叫他们过来工作。30只帕鲁，总共有160只吧。哦，所以我现在箱子我好像是不是要多做一些啊？没关系，反正后面我们会去到其他地方，所以其实不用做太多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只是初始地，石头。哦，快没血了，看看我的挖石头。我长得超像一个大叔，但是他的叫声是女生。哎呦，是个东西。我们等下去抓怪，做多一点弓箭去抓怪。荷包蛋，有没有帮我做荷包蛋、啊？荷包蛋是什么？将据点升级为7级，现在就需要到7级了。对啊，那
也太快了吧？会吗？这游戏一点难度都没有，后面就有了。砍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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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！我砍，砍啊！哎呦，这个很乖哎，他都有来帮我做。你走开，你是我的，你帮我做事。他是睡觉了。谁跟你睡觉？你给我起来！天，去！他怎么又睡着了？他又睡着了。对，他后面还会骨折，然后你就要弄药给他吃。我来摸摸摸摸他一下。嘿，他可以加入队伍哎！加入队伍，加入队伍，加入队伍，加入队伍可以干嘛？欸，他又跑走了。这边还有12支弓箭，你弓箭够吗？够够够够够够够哈！看一下我做什么东西啊？你要点你的科技点数去升级做什么？升级了没？还没升级。升级了吗？哎、欸，升级了吗？为什么？是有敌人要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闪烁？红色的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事没事。耶、yeah, ，我升级了。还没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升级七级才可以做那个什么农地哦。农地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去抓一些，叫他们过来做事。先做七级的。好。他一下就累了。对。耶、yeah, ，升级了！看一下，科技。啊，升级莓果园。好可爱、喔，好好笑了、喔，连撒种子都很滑稽耶、欸。他还要去找水系的，叫他们来浇花。好、哦，超麻烦。这个播种可以，他们会帮我种吗？看起来不行。要看它有没有这个功能。欸、导弹猫吃掉我的水果了。耶、yeah, ，升级了，现在是五等。建造帕鲁装备工作台。帕鲁装备工作台。我们可以两个去打十级的 BOSS 了。太好了，等我下，我升级一下。好。帕鲁的。发一些。工作台这个哦。帕鲁的装备工作台，这个我要两个布啊！要布哦，布要又要用科技点数，生产生产。
耶、yeah, ，完成！一起来，一起来 ，Come on！ 耶、yeah, ，完成了。然后呢？这可以干嘛？哪一个？衣服吗？那个帕鲁工作台，来升级一下。帕鲁，耶、yeah, ，六级了。采石场、采伐场、粉碎机，粉碎机在下面。采伐场，采伐场是要伐木的。对。哦，哎、欸，然后那个每一个角色会有每一个角色他能做的事情。砍树，砍树！武器损坏。咦？啊？有一只狗在攻击我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它会损血吗？跳那么高？会，这是草泥马吧？这个？咦，我要死了！哦，为什么它卡住了？没路怕，抓它！哎呦！抓它！哎、欸，捕获率83%，我也抓到一只哦，100%，是哦，都快没血了，我、哦、看到一个小企鹅，小企鹅会喷水。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抓他，丢他！耶、yeah, ，我抓到一只气碗丸。千万不要打旁边那只38等的。哦，我哎、欸，我有看到那只龙。那只猪叶妮妮。丢他！射不到、哦，要晚上吗？怎么那么快又要晚上？要晚上了，好像是哦。看左下角，好像是。打怪升比较快、欸，打怪升超快。神魔马是第一关，第一关 BOSS 吧？不是，那是后面的，哦、那有一只石板的，好像它后面吧？是世界 BOSS。对。哎呦，你的帕鲁都很乖呢。你的不乖吗？我的还蛮乖的。他们在家里都有在工作。这个手做的。武器损坏是要修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可以直接做新的。需要去做弓箭的。哦。
山，爬山，可以。天哪！它可以干嘛？它什么特别的吗？草泥马。草泥马，我也不知道。它好像是用来可以做坐骑牧场的，对，它是可以做。然后采石，木头不够。攻击生命力。43。你还在下面抓怪啊？没有，我在盖东西。那个。具体的话。哦，快快快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大家一起动手盖。哦，升很快哦，橘色的树。耶，伐木场完成了。哇，9999棵树哎。那你要打到后面，打到后面才有。对，那我先把他救出来。那这样我还有拔，这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科技要开啊！采石场。哦，他们工作很慢哦。做一个这个，有小企鹅。别跑别跑，我要坐上去。欸，你在这边，可以拿起来耶。这里有一件，丢它。这里有一件衣服。哎呦，弓箭很少哦。偷你的东西。等下去打那个 boss。好。但是他死等，我会不会死掉？木材。结冰器官。要两个木材，红色莓果，床铺是哪种床铺啊？
可以睡觉喽。哦，好。现在还没睡。没有分到床铺会让帕鲁不高兴哦。我砍一下，才一棵树。旁边砍好像比较快。对啊，我先睡觉好了。对，早上在那个，我少一张床。对。我哥哥。上面有树啊，有点砍不到快。树砍树砍树。很多木头了，很多木头了。采石场建筑物，粉碎机。然后独资工，那光弓箭就有三个。哦，那个那只马是可以骑的。可以，但是好像要后面。哎呦，可以耶，可以种马鞍嘞。对啊，看一下啊，建筑物。要用那个什么做？需要石头了。帕鲁工作台才可以做。帕鲁工作台，这里这个。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擦皮革。帮你做。好。难道你有皮革吗？没关系，先让你做做。再下去打两只。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小夫。可是其实做一个，我们两个都可以起。你看看你可不可以骑？哇，你骑那么快！这里这一只你看看可不可以骑？好像要到拉到身体上面才可以。这里的哦，你要把它带在你的身上才可以骑。看一下。这里你要按这个 F， 然后拉到你的包包里面。包包。然后你把它召唤出来，看可不可以骑。按住 F， 要走。按住 F。哦，好像不行哦。对啊，不行。好，那我再去帮你打个擦皮革哦。谁有皮革啊？粉碎机擦石，还有9个石头。哦，粉碎机可以做什么？啊，做就对了。
粉碎机。哦。吧，灌溉，喷火器官。耶、yeah, 七等了，七等了，对，升很快。建造温泉熔炉，建造莓果园。啊，我失火了，着火啦！石头跟木材。粉碎机。哦，它可以做，石头可以变成帕鲁碎片，然后木材可以变成纤维。哦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石头，好慢啊，算了，交给你了。哦，我抓到一只好像很厉害的鹿，好像很厉害的鹿。看起来很厉害的路，叫他出来做事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可以再做一个那个马鞍了。哦，好。等一下你就可以骑了，我们都骑去抓怪了。是要怕就放下东西。好忙哦，这个科技可以开，科技要开哪一个？哦，它有紫色的科技耶。对啊，没有看到可以开的。哦，看到了，帕鲁孵化器。那个要拿到那个蛋就可以。紫色，哦，紫色的没有办法用。那个属性点都点哪个技能哦？工作速度，我点工作速度。OK。耶，完成。我只能说东西非常乱。然后。马鞍怎么用在身上？你就直接丢出你的那只鹿，然后按 F 就可以了。我看到了，我是按叉叉，龙毛冲撞，哦，冲啊，哦，还有空气炮，哦，厉害，走吧走吧，啊，等等，我要再做一张床。床不够，对。
有，刚有砍木头。多做一些好了。你看这我刚抓到的。嗯。哇！这么厉害，超好笑。好，走吧。啊，这只可以冲很快，冲啊！哇，你看这彩虹小马。跑不到了，还有 CD 时间。哎呦，上面还是鸟，去抓它。火狐狸耶！怎么打不死它？疾风隼哇哦！哟，34%而已。哎呦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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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再打，要再打，血量低一点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50%。哈，抓到了！哦，厉害哦！等我们往下走。他怎么快死掉了？刚开始，他等下会自己补血。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要去找那个传送点。这个传送点，那个我刚刚按过了，再去后面找，就可以那个传送来传送去了。我岛民。哎呦。岛民可以干嘛？跟他讲话。我上次看到岛民在游泳。打他会攻击我。他说我们很弱。他送我东西耶，送我矿石。他送你矿，帕鲁矿石。就。阿啾阿啾！我的手技蓝色。哦，那就等于可以拿两个的意思。哎呦，因为我刚才也有呢。因为我刚才也要解那个传送点。天哪、啊！这个是死亡会掉东西的吗？欸，是吗？还是不是的？滚过去！我过来！哇，草泥马会攻击他欸！会。哦哦，好凶狠！他没有办法标注地方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绿色的翠叶鼠，把它抓起来，抓起来！我都在打小动物，你都在打大只的。对，这是什么？绿色瓜牛？哎、欸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打它，打它，丢它！后面有大只的，后面有大只的。它是我的，有两只，有两只，我三羊，三羊，三羊，丢它，还有一只在上面，哦，抓到了，哦耶，啊，那只给你，帮你打它，我没有那个了，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丢他！给我下来！哦，抓到了！
我又看到那只飞的在上面，没有弓箭呢。疾风隼，给我下来！哟，哎呦，帮你打他，过来，攻击他！哎呦，哇哦哦，残血！大乱斗，他好可怜，抓他，快点抓他！丢错边啊！丢错边！我浪费了三颗球。你的草泥马死了，草泥马死了，好可怜，好好笑。第一关 BOSS 在这边，草泥马死了，可以复活是不行。不行，你要等回去放在那个里面等十分钟，它才可以复活。boss 在这边，哦。问号？问号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帕鲁蛋呢、欸？我捡到一个蛋。要回去孵化。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蛋。呵气泡。那你去打 BOSS， 进去马上就死了。呜、哦！哇，盗贼集团菜鸟！哇，我要来做那个。哟！我要来做那个弓箭。做弓箭吗？这个陷阱可以做什么？抓帕鲁用的石头。结果这边没有石头。你怎么也盖了？看你盖，我也盖了。回去做东西。我的弓箭没了。看你盖了，我也盖了，结果没有石头。结果没有石头，我要回去盖。我有一些，我做。还好沿路有捡那些垃圾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在家里做那个弓箭。天哪，这些挖了这么久，他才挖了九颗石头是怎样？对啊，外面都比较好一点的。对啊。升级了，啊，又要升级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现在几级？六级。你现在六级？哦，原来他刚才在打那小怪物。为什么？
比萨鲁球还共，耶！我救到一个冰刺鼠，你去救他、哦？对。哎呦！ 哎呦！你帕鲁球还够吗？打他！哎呦！丢他！哈哈哈！草泥马，不要追着我打、啊，他追坏人。 哎呦，好可怕！十一等了，十一等了，十一等了！哎呦，飞上来了！哎呦，我要先躲起来了，太可怕了！哈，<笑>毒弓箭，丢，打他！ 哦，好厉害！丢他！哦，打他！有抓到一只了！这捣蛋猫都比他厉害哎！哈哈，抓！ 那个菜鸟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哈哈哈哈！有小企鹅在打坏人，哇，碎哦！小企鹅在打坏人，对，打那个哦，你快死掉了，对啊，然后我救了一个小帕鲁，哇，小怪兽打那个坏人还蛮厉害的，两发就倒了，两发。 <笑>那个据点可以占为己有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好吧，回去睡觉。这边怎么有两只？怪物会重生哦。地板上是怎样？哦，没有，刚才那个坏人打的。去那个点那边回去睡觉。 这样怎么回去啊？这里，来我这里。不用传，有传送点吗？对，传送在这边。好，来了。按迷蒙。超级。快速传送。传送到据点。 B 按哪一个 ？B 按 F 吧。F 哦，你是用摇杆玩的？对啊，等一下，摇杆是要按哪个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摇杆有故障。哦。等下按到 B， 我直接拆出据点，<笑>直接拆出据点就凉皮了。<笑>不是，对啊，没得选啊，是标旗。奇怪，怎么用啊？不会用，糟糕。 无法传送。我批着玩家位置。啊！你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<笑>
哎、欸，我看到 A 啦，是 A 啦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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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按 A， 因为它那个摇杆有点故障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用它，因为它的它是还蛮顺的啦。用到哎、欸，这个摇杆用了十年呢、欸，用了十年，超强。你说 Xbox 的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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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吧，睡觉吧。Go go！ 你看地图，对，有一个 boss 哎、欸，你拉大，然后那个这是什么？疾风鼬，我们去打他。好，我来换一些比较厉害的。好，你换一些比较厉害。猴子，庞克奇，猴子不知道厉不厉害。庞克奇就厉害了，冰刺鼠、铁臂军师，这军师的，穿回去刚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去打那个 boss。一定要到传送塔才可以传送啊。对。A 都等我下，上去，上去。老旧的弓，那我来做，顺便做个长矛好了。好啊，你看那个里面有，我又抓到一只鹿，你可以骑它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在那个它那个据点里面，马鞍是不是要重新做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做过了就不用再做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做我的马？哈，做小鸟。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啊，做妈妈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。我要去找我的传送点。哎呦，蒂卡尔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丢它！哇，这魔法球啊，这个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让我抓一下。我是抓那个 boss 在那个刚刚传送点那边。在我这。好好好。那个我们两个人应该打得赢。好，来了来了，骑马吗？没东西吃啊！哦，我们地图怎么才开这一点点？没有飞的啊，
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开了一点点。然后找不到你。你看地图，你看地图，你要传送过来哦哦。你看地图，你就会看到热我。带民族的。我去开那个传送点，你等下在传送点传送过来的。好，我的最近的在这里。对，你去那个传送。我看看。好，那我先去找一下传送点。你要跑回据点了，哈哈哈。冲啊！我去看看我们打不打得赢。九等跟十等，他11等应该可以的。哦，快没东西吃了，中单。哦，我看到紫色宝箱。紫色宝箱好像要用钥匙开。耶，400块，500块。啊，流浪者手气。啊，糟糕，糟糕，损哦，血，损血，损。我找到他了。损血，损血。他11等诶，抓得到吗？东西，导弹猫在我后面追赶。直接抓22排，还是我直接抓在这边？快跑！没力啊！传送过来了，上车，Go Go Go！撞他！红旗。耶！终于按到，sweet！超晃！我被冰冻了，被冰冻了，来救你了。我让我的鹿在上面，前面被打，然后我在后面投射。我来了。我看到你了，但是我好远哦。我要进山洞，这山洞有什么？黑漆漆的。哦，地下城呢？地下城有 BOSS。他怎么那么难抓啊？连扫到你都是个问题。我被细节，我抓到他，我抓到他，要怎么过去啊？
抓，连过去都很困难。我下面还有一个传送点，那个传送点比较近。美露帕是什么？好，爬过去。美露飞啊！打到剩九滴血，超好笑。美露飞，哦，在另外一头。哎呦，这过不去。我等一下去找你。我直接跳下去好了。疯啊！哎呦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小象哎！阿大，阿大，阿大，阿大！耶，抓到小象象！来，走，快跑！怎么那么好笑？夜，翠夜鼠。看到你了呢，嘿嘿，拿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龙，是水龙的。刚刚打的，可以骑哦。好像可以骑这样子。哎呀，好像可以哦。看一下可不可以解锁？还不行。13等才可以解锁。给你看这个，这是个羊妹妹。攻击！攻击！哦，紫色的，紫色的光，看起来很厉害。怎么那么好笑？给你看这个。冰刺鼠，超小只看起来超弱看起来超弱被嫌弃了。那什么东西地上那个踏乳之魂，我捡走了。哦，我看到前面有一只，哦，就抓它，就抓它。啊！我打太快了，死掉了。这还是他看起来很凶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抓到了。哦，这里还蛮多只的。水上还有鱼在跑的。对，不是，那是翠夜鼠，它游泳。怎么会有翠夜鼠？只是帕鲁，只是卫士，只继续进攻。哦，超远的。哦，可以强化。去找点。我们现在地图大概只玩了30分之1吧。哈哈哈哈哈。
新手啊！超慢。然后前面有 BOSS 哦，没看到。哦，紫色的，刚才你抓那个鹿。然后我们往前走，我们是抓前面那一只，好像比较厉害。我在这边。在这里，我先去按一下传送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按一下传送点，这样我们死掉才可以再传过来。送他！你可以先进去打，你先进去打。我也要开啊！没有，我开你应该就开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以为我开你就开了，没有，没有这么好的事情。打他！哦，攻击力很强啊，他一次两只哎。我们是打那个 BOSS。好来啊！会不会死掉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？你那么强。我没弓箭的啦，我都弄长矛嘞，弄长矛打是不是？那我要进去了，进入地下城。哎呦，23等呢，公子。哦，我打他才一滴血而已。看他！哇，打一下就残血。哇，烧一次就300多滴。我要出去了。哎呦他哦，哎呦，在嘴里，啊哈哈哈哈！我爬得出去，爬出去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他把我，他卡住了，快跑，快跑！他卡住了，抽抽他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卡住了，快点过来抽他！要打到民国几年？天哪！可以招小怪打吗？没力了，打他！不行，等下他就转过来了。还好没事。遇到 bug。哦，好像他在追我那一只，啊，我那一只飞到天上去了。没力了，没力了，我也没力了。哇！要打到民国几年？武器坏了，打几点？一点，也是一点。武器好的也打一点。我们还有1600下要抽。
重点是抓得了他吗？这个要破率0.05他。抓他抓他快点抓他来我们逃脱啊，卡在上卡在上面去了啊，动了他动了他动了，攻击他，打他，我们现在跟内，我们要跳起来拖他啊！打不打到都是问题呀、啊！哦，这个区域不能盖东西，根本没有办法抓他。我们可以出去了，放弃，打不死的。我已经把所有武器都攻击在他身上了，结果，真的。后面就好打了。